the corner. Does he have room? Fights with the fan. Back at Dodger Stadium. And yeah, Betts has that ball in his glove, and this fan literally tries to take his glove off. Tries the ball out of here. So an out, one gone in this first. It's the second time that Glizzy had the home run turn into a double back at Dodger Stadium. And yeah, Betts has that ball in his glove. This fan literally tries to take his glove off. Fries the ball out of there. 你同面衰。别人听到我名字就说：“哎，陈志远你会打假球。”还一直自称什么前职棒球星，我觉得他不能用这个头衔，就是当他的通告艺人就好了。花钱去看一个打假球，就是那种感觉是不太好的。你黑历史就是一定会被人家挖出来骂，这个跟时间久不久不没有差。中信兄弟职棒球星朱思齐日前风光隐退，曾经效力兄弟象的球员陈志远也回忆起曾经的职棒生涯，人如大批球迷。东森新闻实际到街头询问球迷想法。访问三六，看到陈俊发我，我想知道你的感想。死垃圾，消费彭正明，招牌。其实没有必要再出来，就是他应该可以低调，就是当他的通告艺人就好了，就没有必要再出来染职棒这些事情了，没有必要了啦。对，其实他发文缅怀，我觉得是蛮合理的，因为毕竟也是他的一段回忆。但是感谢艾尔达小编。帮我们传达我们的心声。我爱艾尔达，我觉得也不至于到猪狗不如吧，只是我觉得就是这个敏感的话题，就是有点像我做这些事情合理化啊，觉得我还可以来评论这些事情。我觉得你本身就已经站不住脚。我小时候看棒球，就是因为黑象事件之后，那时候大概国中吧，就没看了，花钱去看人家打假球，就是那种感觉是不太好的。起来喊哟！你黑历史就是一定会被人家挖出来骂。这个跟时间久不久不没有差，你有黑历史就一定会被骂。那你觉得如果他今天想要缅怀，那他可以用什么方式会比较好？死一死。啊，没有没有，这个太凶了。Just kidding, just kidding. 就在自己的日记里就好了，不用诉诸这种公媒体平台，当然就会群起公愤。如果他要真的有心要缅怀的话，他可以私底下去跟当事人讲。那如果你可以送他一段话，你会想跟陈志远说？就好好当通告艺人就好了，就是他跟职棒已经没有关系了。还有，不是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他对职棒造成的伤害其实真的很重，不是他口中说的过去的事情让他过去这样。还一直自称什么前职棒球星，我觉得他不能用这个头衔，太夸张了。对，真的。失去的过往就别再回头望。就别再多想。那如果可以送陈志远一句话，你想跟他说什么？跟你同名很衰。哦，你真的跟他同名？我真的跟他同名啊！真的啦，我就一直从小就被说，别人听到我名字就说：“哎，陈志远你会打假球。”我太难了，很难用一句话表达，但是还是祝福他了，希望他就是好好的生活，过好自己的人生。我会跟他说，就是我觉得如果你要关心棒球圈，低调就好了。接下来大巨蛋有一些精彩演出，有阿妹，然后还有周董跟棒球十二强。如果今天你可以抢到门票，你想去哪一场？我自己比较想去，一定是台湾对日本那一场。可是我觉得门票太贵了，所以其实学生有点负担不起。那我可以跟你讲一下，如果你没有抢到门票，或是你觉得门票太贵的话，然后我们东森有转播，可以看线上转播。好，那记得订阅东森那样。如果没有去到现场的话，一定会看东森新闻转播十二强。中信兄弟周思齐9月22号在台北大巨蛋卸下了球员身份，不过不久之后，前职棒球员陈志远就在脸书上分享当年兄弟象时期的影片，发出怀念文，不过却引发网友一阵挞伐，认为他是来蹭热度，因为他2010年涉入中华职棒牵赌案打假球，遭到兄弟象开除，也遭判刑6个月，并科罚薪350万元，重创了中华
华职棒，球迷们到现在都还很不能谅解。不过他本人也不甘示弱，反击杠上了网友。对此，艾尔达疑似看不下去，20号晚间痛批打假球猪狗不如。尽管没有指名道姓，但疑似在暗酸陈志远。短短的一个小时之内，就超过了20000人按赞。东森新闻生活中心综合报道。思琪，你的偶像来了。来做我们最后一次的项圈圈。思琪，你的偶像来了。是不是也一起的围在投手丘的周围，那一起的跟着思琪来做我们最后一次的项圈圈。兄弟齐心，阿坤下一句是什么？大家都爱短金。谢谢，我结束吧，拍手。
下了本垒板的那一刻，也正式的代表周思齐即将卸下了20年的职业球员的身份。中华职棒历史上第9人，恭喜思齐。